偏三，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了？大家都在控诉我说最近太挽回形象了，所以今天呢就打包了很多的粤菜来给大家好好的怀旧一下。呀，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啊！当当，一份烧鸭，一份凤爪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果什么包，是一份糖醋肉。嘟嘟嘟，这是最后一份，这个是一个什么肉？感觉看上去甜甜的。嗯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第一句话咱们要说什么？没错，让我们来喝一口酸梅汁。Ring ring hiu。妈妈咪呀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这个毛细手呀！我盯了这个烧鸭很久了，是烧鸭吧？鸭是吧？啊，这个是鹅，白毛浮绿水的那个鹅。哇，这个皮真的会爱，就吃这一块吧。烧鹅，想吃吗？大妹，嗯，毛细手这个皮，那原来是有配那个酸梅酱的，没有打包回来，蘸上那个酸梅酱，哪怕说是一点白糖，应该就是好吃绝了。咱们再来吃口鸭肉吧。很香，不只是皮香，肉也很香，完美 perfect， 它一定是一只很肥美的好鹅。下一个咱们来吃这个糖醋肉呀，先吃一个 bro ring ring ho， 嗯，马西索 too 晶莹剔透，感觉裹满了那个糖醋的酱，它还是脆的，这个感觉是像那种牛肉丸一样的那种口感，这个肉啊就是比较的 Q 弹。然后那个烧鹅它是比较紧实的肉，再来一个这个绿绿的，想吃吗？打没，嗯，很健康，减肥应该也可以吃，外面皮薄薄的，然后里面是虾和一些青菜，好好吃。这个这么绿，吃下去就是没吃减减肥了，一定没有热量。万荤丛中一点绿，再来啃个这个凤爪吧，肉汤啊它冻起来了，你看，嗯，大猪小猪落玉盘，大猪小猪一节一节的吃这个不知名的一个肉，先尝一下，想吃吗？大妹，呵呵，嗯，这是这三个肉里面最嫩的，嗯，马叔叔，马叔叔，嗯嗯嗯嗯，吃点，给你打包了，带回来好多粤菜。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好了，这些不能我一个人吃吧，一定要分享吧，一定要share出去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好了，结束了，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快来来来来，没收。哦哦，但殊不知我还在录。但殊不知，殊不知，再见大家，拜拜，马叔叔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抖音。